这个是拍这一部戏呢，天天都很开心。哎，然后甚至知道杀青那一天，我还不敢相信，我们想不到这个我们这一部戏这么快就拍完了，应该是这种感觉。对于拍戏的演员们来讲，我觉得很难得。嗯，对，我觉得舍不得哦。对，对，会舍不得，然后会觉得哇，时间过得好快。嗯，那我觉得这是拍这部戏给我最大的这个美好回忆。对，那你会不会有点气说啊，你在里面都没有真的像那个黄河一样可以那个扣子一颗一颗被解开，你们刚刚只有床震动的很剧烈吗？哦，那还有别的吗？那是因为你跟大家都只看到20分钟的片花。对啊，所以你们还有更多更精彩跟扬情。有，还有还有，但我不要再讲话了，我讲话就只会爆料，真的不要问我好不好。 OK， 所以剧中这个两组的厉害的地方了，就是这个夫妻档还有那个米妮跟那个黄河的精彩的部分，请大家期待这个动作戏的部分。我们两组之间，会彼此探听，哦，今天他们床戏拍的怎么样，他们做到哪个地步，就是有要在床戏上面互尬的一个心情，互相 PK， 互相输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每一个好导演，都想要拍一部 A 片。那我觉得真的，就张文化跟他老婆戏比那个婷妮他们真是。限制几多哇？对，那就是这一部那个偶像剧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成 A 片来看。喂，是啦，啊，你看，我就说不要问我吧，一问我就不谁啊。哦，那马上跳到那个旁边的顺哥，顺哥，你赶快讲点话来挽救一下刚刚的局面。哦，真的。其实呢，在这部戏里面，我算是一个。